要去学那个对我们有利的技术才有用，因为你这个没有用，摄影没有用啊，多浪费钱的。你要买什么什么装备，买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那个。这边 ，Hello。这种白忙唱的感觉。你刚没有插 SD 卡哦。是啊。蠢哎、欸。靠。我单身呐、啊。啊，可是我有男朋友了呢。啊，但是我有男朋友了。对，我有女朋友，因为我的女朋友是100多年次的。哦，那么年轻哦。因为我很多100多年次的、啊。哦。现在在交往啊，我就等他长大啊。那我可能太老了啊，我可能太老了，那就对我来讲是太成熟了。今天我们来到了明宪的主场，桃园 L 先生的主场。明宪要带我们去哪里拍照？重新声明一下，中立桃园一边一国，我是桃园人。我们今天抱着出国的心态来这边、哦嗯。那这样你要带我们去中立哪里拍照？就中立的大街小巷啊，大家比较不常会去的地方。嗯，对啊，为什么不带我们去桃园？你带我们来中立？桃园跟中立都差不多啊。刚不是一边一国？啰嗦了。比较惭愧的是，我对桃园跟中立其实也比较不熟悉啊。有时间拍照的话，我大部分都跑到台北去的比较多，其实应该多拍自己家乡这样。哦，那这样子如果有桃园中立的朋友们听到了私房景点要带我们去的，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哦，推荐我们去或者跟我们一起去玩。那就让我们看看在不一样的地方能激荡出什么新的街拍新火花。 Go。就是我看你的照片都会有一种很神奇的视角，或是很奇幻窥视的感觉。你是被谁影响而开始拍这种东西，还是你是在拍照的过程中发现你就是适合这样的东西嘞？前几年就其实很流行日本的摄影家深山大道或者是荒木经惟之类的，当然都会去看他们的书啊。可是老实说，他们只是引领我进入拍照的这个领域而已啊。那可是我并不觉得会被他们影响到，就是我的拍照风格。就算有可能，我也没有察觉吧。那比如说，我们都会说你是抽象老司机啊，或者是你就喜欢拍垃圾。为什么喜欢拍垃圾？换句话说，哎、欸，我们在街头，你也拍了很多静物，你怎么发觉？你怎么被他们吸引的？我觉得应该就跟台湾这边土地有关吧。台湾大家都很讨厌铁皮屋啊、招牌，或者是些大家都觉得有碍观瞻，然后也不是很漂亮什么的。我虽然也觉得那不是很美观，可是我反而会试着就是从这些大家比较敬而远之的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些特别比较好玩的画面吧。大家拍到就如果都只拍美景的话，然后把这些东西忽略不去拍它，可是就某一方面来说，它也代表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啊，生活的遗迹之类的，你把它挖掘出来。你对于那些大家刻意塑造的或是吸引大家注意的东西，你反而可以这样讲，太刻意的东西我会觉得很假，太假掰了就不真实。刻意塑造就像，知道怎么说啊，它没有脉络，就是你在台湾这边土地上
突然间盖一个欧式古堡，那你不觉得那很莫名其妙吗？啊，蛮好笑的。对啊，对啊，对啊，那到底知道这到底要干嘛？那台湾就没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台湾有时候太看清自己了。觉得这个感觉起来就是有点讲说，就是缺陷就是魅力，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就是接受你自己真实的样貌，而且同时欣赏你自己真实的样貌。对啊，就台湾在地的文化，然后同时你可以呈现出你属于自己那个样貌的美，而且这个你自己属于你自己样貌的那个美，才是别人无法复制的。你去复制一些，你刻意去学一些别人的美，那应用在自己身上反而是不好的。他的意思就是他不喜欢那样子的东西，他喜欢我们在地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文化的美。是我们台湾人应该都知道啊，对，因为有历史都讲啊，听懂吗？我想说你们是国外来的，不懂哎、欸，黄哦黄哈、啊，哦 OK OK 了解哦，好，给你上历史课哈、啊，谢谢，学到很多哎、欸。你们在那个 research 那个文化哈、啊，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每个地方在地不同的文化，对，你不能讲 research 吗？对啊，拜拜，很难，谢谢谢谢，好的收获，好，谢谢。有一些比较文物的，人家送我一个东西，像笑脸，我就自己在想一个东西，嗯，把它组装起来。哦，这是牛的鼻子啊。哦，啊，那它拖的时候要拉的。牵牛的，牵牛鼻子。这个是牛比较小只的，是牛比较大只的、嗯。人家送给我，我就把它放起来，准备吊到那个扭转乾坤。嗯，扭转乾坤。哦。其实原本是这样子的。所以有钱的又再盖一节，啊，后面再有钱的再盖一节，小朋友一直打，打那时候很会生嘛，所以那时候地板都是一节一节一节，我把它打成一片，看起来就特别比较整齐的。那我们今天的街拍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各位中立理性的选民，喜欢我们的照片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照片跟影片，请持续的关注我们 ，follow 我们。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漏掉了什么东西，或者有更多中立的地方想要跟我们分享，你是中立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街拍的活动，联系我们，跟我们一起上街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对啊，恋品爱好者。
我们今天来到新接龙大汤面，然后是老板招待，超巨大的胡椒味冰，胡椒味冰，好开动了，来尝试第一口。然后布隆吉的秘密爱好者 B， 不管了啦，我吃了。啊，不要迫不及待的吃。哎、欸，很好吃哎、欸。很好吃、哦。花生加汤圆很好吃。多加的有咸味。现在有人在录影，赶快给他吃掉。哎、欸，那个赶快，你们赶快讲一讲哦。我也觉得蛮好吃的。好了，我给你4.5颗星。4.5颗星。嗯。老板说这是夏季限定。只有5月。对，5月到9月。